三日前的一则投喂小浣熊的视频走红网络，视频当中，在日本长崎县99岛动植物园，七八只浣熊挤上前来，等待游客投喂。就在众浣熊争抢之时呢，后方的木台阶上，一只小浣熊安静地举起了右前爪，似乎在向游客示意朝自己这边投喂，与世无争的模样令人忍俊不禁。